22岁了。那我会建议25岁以后的女生是，你如果能够提早能够预防防老，然后能够多提早先保养自己的肌肤，不要等到干然后才来保养，那个要花双倍的时间跟金钱去补救，有时候还不一定救得回来。真的，讲得很好啊，这个是。我觉得就是要快乐啊，快乐才会有正能量。那怎么快乐？我觉得你要从自己生活中很多事情自己去发掘，或者是创造你的快乐。那我觉得让自己皮肤状态一直保持很有自信也是一种快乐，所以你就要付出努力。那我结婚有不同的生活，多了先生，那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恋爱的感觉也是我的快乐。那现在有了孩子，孩子带给你的生活也是一种快乐，虽然比以前更忙碌，可是我觉得我们都要看好的地方，好的地方，然后你就会很珍惜每一天，很感恩，都很快乐。我们尽量少一点抱怨，因为抱怨，除非你那个抱怨是可以改变事情，让事情更好，你就来抱怨。你的抱怨如果是无效的，就是一直回到原点，一直这样子，那就别抱怨了，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去寻找你的快乐。如果你是妈妈型的女人，就是有生过孩子的，你可以试试看戒蛋，一个月就会看到效果。什么效果？因为生完孩子之后，背上这块很难受，对，背膀这块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你人瘦下来这块还是厚。对，戒蛋之后，你试试看一个月，马上就有功效，后面马上会变薄。但是你必须是妈妈型的，如果你是小姐型的，可能没有办法。对，这是荷尔蒙的关系，所以必须是妈妈型的，男生可能也没有用，可以试试看。牛肉的部分，如果你是女强人型的才有用。对，那我觉得自己是女强人型的，那我牛肉是他后来告诉我，因为刚好我这两个月没有吃牛肉，所以那个是肚子那块会消下去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但是也是少喝冰的，冰的也会让你肚子那一块下不去。